丑男也能扮女装，哇，好不期待哦！这一位改造风格是什么呢？啊，欧美的，欧美哦，哎呦，性感，说不定他就是属于人比较大只的那种欧美，因为欧美嘛，欧美，欧美没有在瘦小，翘臀。参照人物是谁呢？哇，神力女超人啊，戴尔加朵，怎么可能这么正呢？异能界有这么正的男生吗？目前为止，我们知道甄子瑜扮女生是算是数一数，但这个等级有点太高了。对啊，这个连甄子瑜也只能扮影子，是，他没有办法驾驭这个出来，差异太大，我们就吹。这个对，好，比照神力女超人的方式，就一出来啊，不是就扁了。我们大概已经到95%了。彭哥，你客气了，我觉得是180。来，先看剪影。哦，讨厌，讨厌，讨厌！哎，他的手臂，真的手好粗哦！你的手比孙生脚还粗，是我看过国光最粗的剪影，好粗的手，太粗壮了，很想把这个剪影烧掉。注意一件事情哦，它是一个水桶，它没有任何线条。哎，你手怎么有办法这么粗？这是大力水手的手。来，我们我跟你讲。再丑也是要请他出，这一点都不觉得期待啊！壮啊，对啊，光剪影就已经很丑了。啊，穿洋装哇，女鬼女鬼，脚鬼，红色的，看哦，索命索命的脚，天哪，好多小皮耶！哇，他怨气很重。对，哎 ，Oh my god！ 我跟你讲，他这个就是能遮就遮了。对了，遮好遮满。不要不要了，不要露，就是长多吧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们访问完了这样。谢谢。来。等一下哦，我把它打开，有你一个华丽的转身哦，回眸打开完，华丽转身。哇，好热啊！这不是我好过啦？这一集怎么几百遍出来都过关了？哇塞！所以孙生刚刚讲的对了，后面越来越猛，对吧？哇塞！我觉得你是不是扮上瘾了？我现在觉得，那你是不是现在在家里女装的部分比男装多？哎，真的有些时候扮女装扮久了之后，就是你自己默默生活中就会出现一些女生的动作。那你晚上会开始就是突然摸到自己胸部就突然？不会啦，应该是不会这样子。开始觉得正常女生不会这样吧？没有，他就觉得男生女生有点 confused， 自我陶醉，自我陶醉，交到女朋友之后就自己都扮女生。不是，我们知道就是你也是在我们这个研究扮这个女生的一个也是算佼佼。哎，好，不敢不敢不敢。哎，但是一戴上那假发，你就很想要莫名其妙，就一直要忍着。你不能把声音变成这个样子啊，一直要盯着。对对对，真的会不小心。你为什么要硬接这个通告？硬接完全硬的，而且刚刚讲说你是很谦虚的说我不适合就好，对嘛？是啊，但其实有些角度是真的是美的，不是？重点是彭哥你一讲话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往这边看，对，就会被这边吓到，然后又被这边吓到，你好多了吧？左右为难啊，太可怕！你从东南亚这样挑战到欧美，为什么想要？从以前到现在，我挑战都是东南亚，可能马来西亚或是越南。对。但我今天就一直想要圆一个梦，扮一个欧美女生的梦。哦。因为我觉得欧美女生，因为我小时候我轮廓是深的，而且我皮肤是白的，所以小时候大家一直说我很像外国人，欧美那边。那是小时候。不要提当年有。可是长大就是觉得说，哎，我扮欧美的女生是不是漂亮？不是。对啊。我犹豫一下再回答我的问题。没有，我即时回答。哎，我们这样好，那个后面怎样都没关系 ，pass 过，先打。先扁，我负责丑联盟的啦。刚刚人家有跳舞加分，哎，请问你今天有什么加分的？就带一个小段子。不要，拜托了，拜托。我准备了三天，小段子，小段会加分，应该会加分。确定？小段子会加分。好，对，好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开放啊，中途殴打。中途殴打，好，预备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可以了，还没有，可以了，还没有表演呢。段子太小了吧？不欢迎我们三个。小痛的，小段子，开始啊，段子。哎，不要，没有结束了，连老师都不要放给你的音乐，那是结尾的。好，来，再转一次，再转这边，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珍珍同父异母的双胞胎姐姐，我叫珍妮。你神经病啊！同父异母怎么会有双胞胎？总之呢，就是我就是他姐姐就对了。那么呢，其实呢，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珍珍长那么丑，你那么漂亮，到底你们怎么会是双胞胎呢？但其实双胞胎也有不像的哦。你看，举例来说，看郭彦均，
跟宋一鸣两个就长得不像啊。除此之外呢，你看依依佩佩，神经病。依依佩佩，你看佩佩长这样，那依依长这样，两个也是不一样，长得不一样的女生啊。但是呢，有些双胞胎是真的长得像的，像是曹格跟曾雅妮，他们两个长得就是一模模一样一样的啊。那么，但是今天我们要聊双胞胎了。今天呢，哇，来到台湾的摄影棚好多艺人哦。其实我非常觉得台湾的艺人呢都非常的老实。举例来说，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 Kid， 我问他说：“哎 ，Kid， 你觉得我漂亮吗？”他回答我说：“哎，是呀。”我跟你讲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是呀，哎，是呀。除此之外呢，我在路上遇到康哥，康哥每次都给我热烈的笑声。哈哈哈哈哈！太像了，神经病。所以我觉得台湾艺人是非常热情的。除此之外呢，我来台湾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来学台语，但我台语讲的没有很溜。举例来说，我跟你讲，你卖甲别人讲，你那是甲别人讲，我就卖甲你讲；你那是甲我讲，我就别甲别人讲，我那是甲别人讲，你就卖甲我讲。但是我就觉得我的台语好像有个奇怪的口音，到底是哪里的口音呢？老师，音乐。哎，我卖条，卖条，不要不要，有嘞。有嘞，一起唱！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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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。对，中国的口音，有嘞，有嘞，南波的口音。哎，南波，南波。对，音乐插播，南波脱掉上衣，音乐插播，南波再脱掉上衣，他是南波老师。但是最后呢，来台湾还是要吃美食。那么呢，台湾的美食有一项我非常非常喜欢，就是呢把新鲜的辣加上咖喱合在一起，就是。咖喱啦，咖喱啦！哒哒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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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碗了没啦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大碗了没？大碗。太壮了。来一个帮我，怎么样？他是过肩摔。小心小心小心，这算轻微的。这还好这还好，表演完了，表演完了。我觉得很好笑，很好笑，很好笑。啊，加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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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都没有在看我。有，我躲到后面看，咖喱然后在正式。不用笑。今天呢，就是我们要办两天，那你办了那么久。然后有个潇潇认为你有一点点缺点，什么缺点？帮你改变过来，你就完美哦。对，我觉得蛮需要的。但是哪一点需要修改的？就是改头。改头，头不完面，是不是？改头，来笑笑来。我觉得他五官蛮立体，可是就是嘴巴吧，牙龈。好，那你今天就来教他吧。来来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敲牙龈啊。没有。哦，来来来，笑笑中间请来。哎，牙龈真的是我很大的一个败笔。不会啊，因为很多人都说，就是我的鼻子以上是漂亮的。你看见没？真的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他，你要不要越来越正？他越来越是这样，你看越来越正，越来越正，正呆，挡住了，挡住了，挡住了。对起对起，来来，这要教我什么？这是打棒糖。吃棒棒糖，好教的，这个会教，懂教，厉害。为什么要这么大一根？没有啊，就是 size 不同嘛。但国光就知道，电视啊，效果放大。大哥是对的，大根是对的。哎呦，大根一点，怎么吃？要用舔的。哦，我知道，从怎么样笑的好开心啊？怎么样舔是香女生，你认真一点，对啊，你认真一点教。平常对啊。哇，先微咬，是不是？是微咬吗？还有微咬，看起来蛮好吃。还有老师没看清楚，可以再来一次，没有看清楚，对着镜头，头发有点挡住了，头发，头发，气。哎呦，哇塞，你这么会吃，这么大啊！啊！我变成棒棒糖了！哇，好强的模仿！模仿棒棒糖，好像啊！好，盖五，盖五尊，五尊五尊。好，预备起。不是你可以学，我这招厉害，这招厉害。哦，掉头发 OK 了。Oh my god， 买啦，你这样买啦。这次你可以不用 take 他，你可以 take 这个。继续只带潇潇，只带潇潇，然后对，五折哦，五折是很好，很会吃，潇潇很会，哇塞，潇潇完全哇。
不是，不是，好了，你咬一口干嘛？就觉得好像蛮好吃的。你怎么把人家咬断了呢？棒棒糖，对，好痛的嘞，真的厉害。他的眼神完全是散发出一种女人的魅力。真的耶，他那个，他这样跟他吃棒棒糖是两回事。真的哎。